科几十中张遮。哎，大家好。哇哇，又被他撞到了。连毛糙啊，你忍不住的。王新月，行科几十中张遮，拜见太后。哎呀，看这白玉官。哎，大家好。接下来隆重登场的，请问王新月在片场公主抱白鹿的时候，两人分别穿的是什么颜色的戏服？三二一，请亮题板。就是因为那一场是江雪宁受伤了，我得把他从马车上抱下来。现在没有凳子，有时候就得抱在手里，得供起来。你看。白鹿说了一句，能不能行啊王新月，这个时候胜负欲不就上来了吗？那么上马车给他抱下来，然后还在那儿又走了几圈，发给了某些人，气得没有回我消息，好像是好像生气了。第二天看见我跟白鹿两个来现场了，说哟，昨晚上拍的挺开心啊你们。没有还有一个这个有点害羞的感觉，是这样。鼻头有东西啊，有东西。我鼻头有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他本来是要转向你，然后他去那边。我鼻头有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哎，我鼻头有东西。来吧，音乐起。Yes, okay.哎，跟下来了。可以可以，我们还不错。有了哈、啊。有没有结构虾呀？这个就对不对？这个看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们买一只多少钱？一只多少钱？我们就买一个，我们就只买一个，多买一点东西。对，虾人肉，找一下好接的。人虾仁虾饼，虾饼饼，饼干啊，饼干啊！哦，虾饼在哪儿买啊？那个熟食店吧，虾饼要去熟食店。有虾饼吗？买的买的买的，这个买完下。饼干饼干，干什么东西？干辣椒也行啊。椒白。先饼干，然后干辣椒，然后茭白。有饼干吗，老板？有。哦，我不要一箱，我只要一个，行不行？可以。干辣椒，给一个。啊，茭白，是吧？哎，这个，一个，叫一个，给一个。我都不用补了，我这分次的。拉稀吧。哎，你们甚至没有买一点点肉，我真的是。不是我们，这不是我们，你们是他们的。啊，你们为什么不买一点点肉？都没肉吃。哈哈不好吃吗？你还给我放生姜，生姜除味的，没关系。这个鱿鱼还是骗过花的，还选的好味。啊，这鱿鱼谁买的？好好吃啊！鱿鱼真的好吃，他们卤。哎。
没刚才好。这辈子不想吃这个橄榄菜。想看王星月的腹肌。哇！我有个问题哈，当我们这组我们的主力是谁？是不是我一直在那儿一直在吃？然后我吃完之后，你要看我的腹肌？快点吧，你现在你粉丝的愿望在这儿呢。大卫来过来当上我的腹肌。别腹肌。来，大卫。哎，我们展示一下宁安如梦的腹肌担当。哇，他没有紧的时候都是硬邦邦的。真的。大卫可以的。大卫可以。来哈，来，一二，一二，三。看到了，好，你的呢？你的呢？直接把大维的脸抠成我的脸。大维的身材真的太好了。来吧，公主，该你了。哇，带起范儿了，您。哈哈，看一下啊！哇！你是怎么笑到脸红啊？这一身是啥呀？这啥呀？被你念出来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么了？来，我给你看一下。我忍不住。哇，这个男，想看男生们全体露腹肌，全体露腹肌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节目组过分了哈，中午安排我们吃这一餐东西。来，有没有？来，我要整个，这得搞定整个观赏位了啊！不好意思，来吧，要看。我想知道你们这里面是不是只有这个？当然不是啦，我发誓，这个心愿绝对不是满足私心，只是因为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张姓演员曾经在访谈中提及，男生一定要控制体重，不要觉得男生就不需要这些东西。就现在开始，我就会慢慢的注意这些东西，我争取自己在每次上镜都有一个很好的状态。演员的身材和体能需要和角色适配。所以我们检验一下各位演员的成果。打开，你随便打一个，看里面是什么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随便看一个。我还没打。我看这个，我看一个吧。先看这个。大卫这个。这个是我的。这个可以。那真的。这个可以。是不是？对，那个马呢？你们，我们女生看你们家。五位男士。快点，你们五个快点。我的没有啊，我已经没有了，我看看。不是，你先这样。先给我一个灯打在这儿，从上往下打可以吗？我需要个轮廓灯。轮廓灯。来，就我来，谁第一个？我来给你们打光，我打老好了。第一位来，第一光可以了。大伟。等会儿让大伟最后一个露吧，让他先露，我们好难看。没事，哎呀，早死早超生真的是。来，我先挡一下，你打开，好，可以来，下一个我来，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哇！
假装抽一个啊。哎，想看江雪宁选择一次张遮，求求了。你看，我怎么个选择法？那我来帮你演一下呗，配一下呗，帮你。你演谁？我来，他要选择，那我不得在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吧。不是，应该这样，你过去，你站过去，你站过去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我过来。你过来。哦，这还不是选择，这是抛弃是吧？对，抛弃，抛弃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再见。走吧。这，嗯，走吧，这。哎，哎，这我戏还没演呢。啊，你要演是吧？我不得挽留一下吗？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好好好。先生，对不起，这一次我要选择张大人了。雪宁，雪宁，拦不住。雪宁，雪宁，雪宁，张遮，保重。保重。什么意思呀？交接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可以了吧？谢谢三位，今我们俩。第一组3分钟计时开始。冲！加油！冲啊！冲冲冲！快快快快！哈哈哈哈哈！王心愿沉浸在美貌了，被蛊惑，所以我们这一棒选的不错。完了，谢飞，谢飞难受，表情有点不太对，僵硬住了。这个洒洒水真的是洒洒水。哎，怎么还下水的呀？白鹿让他去海里，那个估计比较难，是羽毛球拍。周贝是羽毛球拍。去海里！哎，去海里！去海里！王心月，海里那条！王心月，王心月！来，怪我，带你看，我带你看这个，我带你看这个。哥，等一下，我看见纸条，我看见纸条，有没有纸条？放开我！海里那个，你大哥，你海里那个有纸条吗？没有纸。你这玩意儿有什么用？你告诉我。走啊，哥，海里那个，王星月。海里那个，海里，王思月，啥？海里那个有球拍，这个吗？对，这我，让他出来，不是，没事，下一个交给我，我有拖鞋，拖鞋，头，啥？你这篮子。等会儿，你不要动！滚！
你不要跑，幸亏坐在悬架头。对讲机。薛立飞，结束小火车，这个不行。张雪妮，在这里等。这是啥？王星月，你得上个爷们儿一点，你在干什么？王星月不能抢。我们是什么？羽毛球拍。哇！哇！是吧？是羽毛球拍吗？剧组破旧的羽毛球拍。剧组破旧。剧组破旧的羽毛球拍。羽毛球拍。好的好的。王新月收工了，你回酒店吧。那我只能随便抓一个了。你是什么呀？我抓了个最没用的，我是毛笔字。什么回来？毛笔，毛笔，他们手帕、符，你们是什么呀？谢威给江雪宁的封侯的毛笔。你真的不行，我第一个拿的还是个篮子。你拿的啥？我羽毛球拍。有羽毛球拍这种东西？我们是剧组破旧的羽毛球拍。你毛笔呢？毛笔呢？在我的手心里。你们一块道具分三个人，真的很过分呢。他们真的很过分。开始了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哎，站！比赛正式开始。薛定飞完美扣杀，被张大人轻松防守。沈介一记轻巧的往前吊球。鼓励鼓励鼓励，等会儿啊，我们道具需要弄一下，挺用劲儿啊，没我们把他那个板打烂。没事没事，再来。鼓励鼓励，哈哈。哎呀！你这玩意儿扣不了，你这篮子。沈介又要扣杀了吗？哎！喂！来发球，发球，我们发。不是，这已经是个 bug 了，这个已经。太极球，公园老头。接接接接。你不要过来啊！
毛病没有。加油！来了，来。喂！家人们，谁懂啊？喂！怎么过来的呀？我站在、这个、我不知道，我没看见。我站在这个里面。走。你又没钱。不是。哎，但是我觉得这样打，咱就失去了游戏的意思。别这么玩，没意思了。对，这样我们打不了几回。来吧，好，那我们现在不能这样接了，好吧？好，换个玩法，换个玩法。来了哦。被他找到，被他找到了。可恶，又被他撞到了。我打那个角啊，来来来，来，现在由王星月发球，上了一个扣杀，哎，接住了没？哎呀，扣杀呀，扣杀呀！牛牛牛的。哎，我正在骄傲呢，你接球了，开始了。呱呱呱！哎，喂！哦，我以为他们输了那个连击，一般反应不过来人。五平，好焦灼啊！漂亮，发球得分，就这发球，一条龙啊！没关系，那多发一次，不然碰不到球。好球，过分。好球！在双方比分你追我赶的焦灼战况下，两队都只差一分就能拿下这局。人打了，绝杀了啊！你该下班了，来一个杀一个他。究竟是鼓励兄弟一直给力，还是双月组合披星戴月拿下这一分呢？崔少阳率先发球，好球！带着势如破竹、帅气逼人的气势。双月组合表情轻松，看样子信心十足啊！啊！好球，发球得分！啊！孤立兄弟为队伍拿下第二局，漂亮，漂亮！有，而这个为队伍拿下关键赛点局的选手就是我自己。可恶，臭不要脸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上瘾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有，问题不大，冷静，哎呀呀，这个很难，这个站不稳。可以了，
这不稳，这不稳。哎，哦，哎哎哎，哦，哎呦哎呦哎呦哎！对啊。来吧，水出芙蓉。对呀。喜少阳获得胜利！哇！王新月，这也太惨了，胜之不武呀！我没站稳，没关系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你怎么不继续骗我嘞？你怎么不继续骗我嘞？我现在，我而家唔想，唔可以咩？你莫走啊！你莫走啊！你忍不住的哭出声响。
上，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。在下刑部侍郎张遮。一定会大卖的，《延安如梦》。火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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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恭喜星月完成了这一轮的挑战。我都会弹。嘿嘿，来，我给你弹一个，来啊！比如说比较适合海边的歌有没有什么？来，恋爱 ing。哦，可真的吗？可以。真的吗？来。恋爱 ing happy ing， 心情就像是坐上。可以我练歌了。